有些男生送你玫瑰花是骗你的，我不会送你玫瑰花，我会送你玫瑰、豆沙、月饼。中秋节要到了，他们讲中秋节应该送月饼给你心爱的人，你想祝福的人。其实我送给你是因为我爱你。其实我内向男孩，很害羞，但是很有料，就像这个月饼这样哦，很有料。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不用紧啦，你可以吃这个月饼啊。如果你喜欢我吃月饼，就不会肥咯。你不喜欢我吃月饼的话，最后我想讲就是有。情有爱有月饼，内向男孩有内涵。中秋节快乐！买月饼只是讲你认识内向男孩，然后不会有折扣哦，还有送小刀，吃月饼，拜拜。